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海洋。来，我们今天谈一下呢，你吃饭了没？哎，吃饭啊，每天都需要吃啊，一天吃三餐啊，再更多一点就加宵夜。好，你吃的什么东西？尤其假日的时候，大家呢疯狂的去外面呢吃饭作乐哦，然后呢朋友聚餐啊，家人聚餐啊，还有同学聚餐啊，一大堆的聚餐活动，要办一些什么大型的什么聚餐活动啊，一开100桌、50桌、30桌、好几桌。好，大家吃到些什么东西呢？大家肚子饿的时候就昏天暗地，不是吗？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呢，到底呢你吃进了什么？我们看，毒爆全台湾，恶毒流窜呢，你已经吃下肚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吗？吓死了！到底这些厂商怎么会这样干呢？为了钱无所不用其极吗？以前我们吃那个收水油，记得吧？大概几年前，住在地堡的豪宅里面，那个收水油，我们吃了多少？然后呢，塑化剂我们又喝了多少？现在更可怕的，这是毒串全台，来继续看下去。好，苏丹红烧不停，本来呢以为就会停了，结果没停。我本来不想做节目，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吧，你们到底吃了多少？那我自己又吃了多少呢？我现在好好来解释一下，好可怕。从中国进口含致癌呢，苏丹红辣粉呢流入台湾市面，从原料往下游食品加工厂一路延烧，随着每天呢稽查进度出炉不断在扩大，虾味鲜、猪肉干、菜脯饼，我的天哪！你这样的虾味鲜咔嚓咔嚓咔嚓，然后呢，哎，菜脯饼也很好吃啊，天哪！那猪肉干更多人吃的咖喱粉、海底捞全都中标，海底捞。好，还有许多未爆弹蓄势待发。接下来呢？苏丹红是什么？苏丹红是苏丹红一号、苏丹红二号、三号、苏丹红四号，从一号到四号，然后苏丹红7B 以及苏丹红 G 等分子的统称。由于易溶于油脂，便宜又容易取得，加上稳定、不易褪色等特性呢，一般作为工业用染料使用。这是工业用的染料。接下来呢，工业用途，林口长庚医院呢毒物科主任呢肾脏科医师严中海表示呢，苏丹红是人工制成的染料，主要是用在工业上作为溶剂蜡或增色。蜡烛能吃吗？蜡烛可以吃吗？然后呢，染剂可以吃吗？这太惊悚了吧。好，包括鞋油、地板的蜡、汽油等都可能使用上苏丹红，在国际上是明确有共识的，不能使用在加工食品的物质，这是会致癌的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，遭检举爆出呢，云林县卫生局呢2月7日接获民众检举，寄生股份有限公司呢斗六厂销售之黑胡椒粒，以及家用适合一的调味料组合细粉红辣椒产品，红辣椒，生的红辣椒比较好吧。来，有农药残留以及呢工业用苏丹色素三号，俗称苏丹红原料。经一连串追查才发现，这是从中国大陆输入的原料，太惊悚了。来，接下来边境拦查，从国外输入的食品照理都要通过边境拦查，为何卫福部食药署边境没有拦截到呢？这应该在东西下到港口之前它就必须要有检测证明，为什么台湾的食药署没有边境察觉到呢？卫福部长薛瑞元表示，含苏丹红的辣粉最后一批输入台湾为去年12月4日哦，最后一批12月4日，到现在是3月7、8日了哈。好，当时呢，中国辣椒粉仍属加强抽批，啊，也就是抽验强度为20%至50%。去年12月11日，边境才提高到100%逐批检验，只要是进来都要逐批检验，因为被踢爆了。来，接下来呢？好，食用毒风险，苏丹红2018年6月28日被环保署公告列为毒性化学的物质，
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归类为三类致癌物，第三类致癌物。我们把癌症呢，把癌的东西都吃下肚，你想想看，台湾的癌症还不够多吗？接下来呢，目前尚无足够的研究证据确定其是否具备有致癌性，仍具致癌可能。长庚医院呢，肾脏科系教授及的主任的医师呢，严重还指出呢，目前多数国家的禁止苏丹红当做食品添加物，绝对不可以当食品添加物，尤其是苏丹红在人体内会被分解为胺类化合物哈，那属第二级的可能致癌物哈，第二级意味人体尚无法致癌的证据，但在动物实验中有致癌的风险呢。动物的实验已经有的话，那代表什么呢？我们人体当然也不能吃啊。来，接下来呢？好，你一定吃过这些牌子。高雄市卫生局目前呢，日前抽验发现，包含海底捞、牛头牌、威力食品，我的天哪，哪里没吃过啊？通通吃过吧，你们，我都吃过。然后呢，和海霸王母公司都被点名哦。那海霸王母公司不就是蔡英文总统家的吗？好，对此八方云集跟牛头牌公司八方云集更有名，连锁啊发声明澄清绝无使用，产品安全无虞。对此，高雄卫生局长驳斥呢，八方云集确实在名单内也公开三份进口报单哈，强调五批问题的辣椒粉重达6264公斤，太惊悚了，这很多很多的数据哈。而且数量之庞大，哈，确实都流入八方云集，6000多公斤，天哪！好，看到了没有？新北市、桃园市、台中市、彰化县呢，云林县呢，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台中市，来，看到了没有？来，这是什么公司呢？金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、嘉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。好，大家看清楚哈。现在查到的东西有这么多，每一个县市几乎呢都有了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。好，香味鲜香辣口味。诶，我可能会通灵哦，我大概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吃香味鲜。真的，我很久很久没有吃香味鲜了。我以前还蛮喜欢吃香味鲜，因为怎么样呢？那个哈，在压力群很大的时候呢，就想说，一根一根接一根，然后看电视。然后无聊就吃一点虾味鲜。好，虾味鲜呢，广泛的被运用。好，2024年2月19日，济生斗六厂出品的辣椒粉，检出苏丹红色素三号，其中8公斤辣椒粉流入高雄市裕隆食品，用来制成约3万公斤虾味鲜的辣口味。3万公斤，那多少包啊？当天下午同步通知辖内卖场通路下架产品。展开市售端查稽查，下架回收计1236包的虾味鲜，也不是很多，1000多包也很可怕耶。来，接下来呢，猪肉干、猪肉丝，2024年2月3号呢，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呢稽查以后呢，公告龙井区金安记食品厂，听清楚哦，龙井区共进购325公斤的红辣椒粉，已使用73公斤制成。香辣猪肉干及香辣猪肉丝这两种，猪肉丝甲猪肉干吼，听有吼，台语听懂吼。好，请大家看一下，并销售至全台15个县市。食安处已通知各县市政府卫生局呢，协助当地业者回收下架工作。其余未使用的违规红辣椒粉原料已退运新北市源头业者。那请问一下，退运以后到底有没有销毁呢？就放在仓库以后再拿来用吗？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呢雷厉风行的将这些东西呢就是查扣，不是退回吧？你不查扣的话还得了啊？退回原厂，请问一下，它会不会继续使用呢？我现在不知道，但是我还是要警告大家，政府这样的做事方式对吗？太可怕了，我只能说你们在下方留言。这应该是要销毁的东西，而且要查扣，对不对？用公权力来查扣吧，才能够销毁它嘛。那为什么退回原厂？
这种做法太令人惊悚。来，继续。菜脯饼白胡椒棒，吃过没？好好吃哦。Seven 也有卖啊，大卖场都有。哦，全年也有。来，2024年2月24日，苗栗县卫生局获报，彰化食品批发商呢，广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去年12月25日出货给好新好食品使用的脱水辣椒粉，有混合新北保新公司的红辣椒粉，使用116.5公斤制成的菜脯饼及白胡椒棒。好，查现场菜脯饼库存还2338箱，还没有出去了，还好。未分装白胡椒棒呢，900G一桶，共39桶。接于现场封存，禁止业者出货。对，这应该要封存，而且要贴上封条。来，接下来，无法保证苏丹红辣椒粉风波持续扩大。食药署6日，3月6日指出呢，最新抽验结果中，11批不合格，5批检验结果周五才会出炉哦，明天才会出炉哦。至今累计15批的辣椒粉违规下架过12.5公斤，但食药署也坦言呢，虽然已经扩大抽检，但也无法保证市场上完全没有违规的产品。好，因为总是有漏网之鱼吧。来，我们继续看台湾的毒辣粉，让全台人民呢每一个几乎都吃下肚。好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合格的辣椒粉长时间的储放会这样子，合格辣椒粉会是这样子。好，三苏丹红色素辣椒粉是这个颜色啊，我的天哪！啊，来，接下来。系统性的事件呢，含致癌物的苏丹红流窜全台。卫福部长呢薛瑞元3月4号坦言，虽然是一个系统性事件，在边境未达逐批检验前，确实会有漏网之鱼。来，好，二月呢，陈建仁这样讲啦，哈，行政院院长呢，陈建仁在2月3号呢，民进党政府执政8年台湾食安问题总检讨专案报告中指出，哈，台湾已经逐渐走出三聚氰胺。塑化剂、毒淀粉、黑心油等油品等系统性食安事件的阴霾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在继续抽检吗？我觉得他是不是脑袋瓜有点问题啊？那这个毒辣椒粉还有其他东西都还在哦。好，我想呢，最恐怖的事件都已经在我们的身旁发生了。台湾的食安危机这么严重，而行政院院长呢？一副轻松的样子，或许他们从来不吃这些东西，或许他觉得啊，假没西郎啊，暂时不会死，现在不会死，那以后呢？那我们的健保局为什么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？每一个人都去洗肾啊！我周遭朋友好多人在洗肾啊，多可怕！才50几岁、60几岁都在洗肾呢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是不是要先把生命顾好，才能够确保我们的财产安全？没有错。好，希望大家在食用任何的物品之前呢，先看清楚，然后呢，检视一下。好，像我在买东西，有时候也是大大大的，因为太忙了，没时间细看。等细看以后呢，哇塞，有些是过期的。好，食用油过期能用吗？当然不可以，煎煮炒炸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，像牙膏，哦，这些过期不要用，食用油过期不要用，哦，肥皂因为接触我们的皮肤，尽量不用。很多人说舍不得丢，但是呢，你舍不得丢，你把病呢，把那些啊，过期的东西呢，放在我们的身体，或者我们的身体里面，吃到我们身体里面，用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牙齿是不是要在我们身体里？是的。食用油会不会吃进肚子？当然会有。所以呢，不管你是洗的、刷的、用的，请大家务必要小心。尤其是我们洗菜精哈，洗菜精哈，很多呢都是用那些有没有洗菜的东西哈，然后他懒得用水冲，就随便洗一洗。那残留物也很多哈，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先注重安全吧，好不好？健康才有未来，没有健康啥事都不成。而且呢，你有健康的身体呢，你才不会呢，你毕生所赚的钱。就是都去医院付给医生了。好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，我们还是要食安安全最重要。希望我们政府拿出更大的魄力，然后呢，更勤快的检验这些呢进口的食品。谢谢大家，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开订阅、下小铃铛，拜拜。